喂，今天是2022年2月7日，人日啦。咁咧，我哋咧今日咧就过嚟 Richmond Hill 呢边咧做少少嘢，咁咧就食呢一个 pancake。食啊 pancake 之后先醒起啊，不如拍个 vlog 啊。所以咧，人哋咧就系、是、去食之前拍 vlog， 我咧就系、是、食完之后走去拍 vlog。跟住而家食完啦，咁啊都 OK 嘅，叫少少缓解咗我哋思乡嘅情绪。跟住咧，我哋而家咧就去附近一间家私铺，我唔记得点读啦。咁咧就睇家私，因为咧我哋终于揾到租款啦。咁啊，因为呢边 IKEA 咧等嗰啲货成几个月，我哋就睇下呢啲咁嘅小店咧会唔会有呢一个咩平货执啦。Let's go。好，嚟到啦。咁咧嚟到呢个 Plaza 咧，好明显咧就系专货你咧就系、是、买家私嘅。咁咧我哋本身咧就系谂住睇呢一间 shop 住嘅。咁啊，但系见到隔篱咁多家私铺咧，咁啊。看看今天走到幾多間，因為都4:05了，入了shop先。1249好貴喔。那個哦14991499是家私啊，各位就話係 low price。夠唔夠位？我喺鏡頭裏邊係灰色嘅，但係其實佢係綠色咯。啊，又係1499。系喎，呢個 OK 嘅。嗯 ，OK 喎呢個。好喎。誒，係喎 ，OK 喎。不如頭先我都試錯下咯。系唔得，我麻麻地佢系凳脚，好似好幼咁吓。系咯，呢个有几钱啊？哇，1199啊！1499，打好啫。哇，好正啊！如果我哋几笑又得，可以啊！中乐透啊！中乐透，中乐透嗰4000蚊，湿湿碎啦！各位观众，呢度啲乐透即系香港六合彩咁样，但系闲闲地系几多钱啊？话2亿几3亿咁样，闲闲地1-2千万价值，即系你又讲中最低系嘛？最低都有1-2千蚊價值。哦，佢嗰係黑錢。哦，以為佢係工作人員，叫我哋唔好錄影。點知走過嚟，整張紙就係話：我有4個小朋友啊，你哋可唔可以幫下我咁樣？哦，这个都是899。我咁远咯，但系我觉得好似实际。都 OK 嘅。哎呀，好淋啊！佢呢度。我以为我先睇你嗰个浪系。嗯，你试下。一般咯，坐落去個感覺係，可以喎。哦 ，OK 啊。OK 啊。嗯。我
好啊。好，因為剛才 Ashley 呢就不讓我們錄片，所以呢我們就轉戰我來 Stample。 我主要呢就想看一些電腦凳、這裡大很多，這裡比起我們家附近那間 Bestseller Seller 還是不舒服。你試下這個，好像有點特別。幾錢這個？333。電競椅通常都不舒服的。但我不太明白，為什麼電競椅通常都不舒服？因為它只是gimmick咯。就是 gimmick， 跟住揾一堆電競選手代言，咁啲人唔識嘅咪照買翻去。係，我試完之後最滿意嘅都係頭先嗰個，而家贏。